进。老板，听说你需要我。下午好好表现，别露怯啊。放心吧。看我干嘛？你又见徐总了，果然不太一样。有吗？有啊。衣服是新的吧？口红色号也换。再教你两招。下午是工作，不是约会。你那些损招还留着骗那些小妹妹吧，不适合我。明明是你自己学的不到位。闭嘴。行行行，看来是有人恼羞成怒了。我工作。哎，等会儿，下午开会把李嫣然也叫来。李嫣然？叫他干嘛？他刚来的。金董特意吩咐，让他尽快熟悉业务。行。徐总您好，坐。关于我们的 APP 和主营的业务，由我的助理来详细介绍一下。好。好，我们开始。我们林科科技所开发的恋恋笔记这个项目，是通过恋友网大数据所开发的延伸产品。它的主要功能侧重在恋爱、社交和教学，目标人群画像也主要集中在20到30代适婚女性身上。嘉欣哥哥在干什么呀？散会后请他吃饭吗？总到底满不满意？这小子有点碍事儿啊。我要更主动。